TWICE 的那脸屋14日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 Now 及主打歌歌 ABCD， 这是他继2022年6月发行的 POP 后时隔两年的再次回归。从首日的音源成绩来看，他在15日上午首次登上 Melon 主要排行榜 TOP 100， 并达到第99位，然而到了下午便跌出排行榜前100名，截至16日13时仍未能重新进入100位。音源成绩不佳的情况下，韩网友们纷纷表示歌曲很棒，所以如果身价音乐节目排名应该会上升。现在已经有第五代偶像出现，第三代势头减弱是很正常的，他的年纪也不小了，不像以前那样了。女性 solo 歌手如果不是太妍那样的水准，恐怕很挪。6月16日 ,Sana 出席 Prada 时尚周范派出炉。